但是其实我在这里，我想唱以前的歌了。我想好，唱一首，我心路专辑歌还没有发的一首哇哦，大家有歌。福了，是我非常喜欢那首歌，哇，都然还没有后而发且的。歌词也是唐天老师写的，我就很喜欢。好然后哎，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然后旋律也非常好。然后在这里唱几句给大家听一下，好也的，是。洗耳恭听，嗯。如果时空折叠，接近后退。如果冬天的雪返回夏夜，跑去见你，晨露灯还未熄灭，告别最远，不过是明天再见。如果烟火你信手还未牵，如果你只爱笑不动眼泪，时光温柔。反方向藏下结尾，我们两个许着愿聊一整夜。好温柔对，哦！这首歌，而且歌词写得非常好，你最喜欢哪句歌词？都很喜哦，欢。都很喜欢。你看，就是嗯，如果，怎么 一定要唱的时候唱会，起来。想，嗯，如果时空折叠，接近后退；如果冬天的雪返回夏夜，跑去见你，趁路灯还未熄灭，哇！哇！告别最远，不过是明天再见。哇，哦，写太告好别最远，了，不过是明天写再太好见。了，就是好人有家写的词，趣。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人家经历的很多，所以你在慢慢的积淀你的人生阅历，以后你真的可以像，说不定像李宗盛那样写出那种让所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同的年代听的都会产生共鸣的词。太好了，对，太好了。嗯，对对对，哎，好，所以。